大家好。你们花钱来自一点精神都没有。大家好。OK, Amen。其实我们今天是家庭礼拜呢。OK, 我是村长。村长好。自己人哈。OK, 我是村长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那今天这个天气哈。也不会说太冷了哈，对不对？那衣服有没有穿够？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有吗？如果你男朋友不在的话，我可以帮忙。没有开玩笑的。OK， 那今天呢？这个礼拜六，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哈，那个本来是要在大舞台，不过呢，那个因为这个真的是气候的关系，昨天这几天都在下雨，那就是。把这舞台呢弄到这边了，这感觉好不好？在这边屋檐下，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心热热的？咦咧，还真的是会回答了哦，真的是有感情，有没有带感情来？有 ，OK。那今天呢安排了这个两个非常好的一个歌手哈、乐团。那首先上半场呢是部落美男子 ，Hello 嘿，外面的朋友200块而已哈。就有位置了 ，OK。哦，那上半场呢开始呢就是部落美男子的歌会，有没有听过部落美男子？有。耶嘞 ，OK。那部落美男子的歌会，然后今天是他还有几个乐手了，不过是没有完整的一个 band 这样子。不过呢，他们每次在他歌会，只要每次在这边啊唱。唱这个部落美男子一些那个专辑里面的歌，我的心还是一样会沸腾，感觉还不错啊，感觉非常好。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有买专辑吗？有，是骗人。好了，不管也没有，不过呢，他们还是有出专辑哦，一张专辑。如果喜欢的话，可能我们那边也有那个部落美男子的专辑。下半场呢是韩贤光老师，这个就。来头大了哦，有没有听过？啊，你们来干什么？喝酒而已吗？哇，我看到你们喝酒，我也开始胃寒了呢。哇，好了，那韩显光老师呢，是个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哈、他是个曾经呢，他也组了个团叫什么？有人知道吗？啊，哪个讲的？谁讲的？OK, I love you, baby. 等一下我请你喝一瓶哈，你喝什么？哎呀，哎 ，OK, OK, 无论如何还是给你饮料，我话就已经说出来了。韩雪光老师他以前是幻眼的一个团长，他是他也做了一次很有名，那时候切乐主唱嘛，一首歌叫《摇滚舞台》，有没有 KTV 有没有点过这首歌？有人唱过吗？摇滚舞台有没有现场的朋友？有的话我就给，哈、还好 ，OK, Amen, OK, 他是摇滚舞台一直就流行到现在那他呢这个月也出了他的自己的专辑如果各位，想听了之后呢，你感觉这首专辑是值得的话，那个票口那边啊，票口那边有卖他的专辑，还有一些书啊在那边。很便宜，跟台北的价钱一样，铁花村，你在铁花村买的价钱那种感觉价值就不一样了，非常一定会让你今天晚上听了之后呢，冰冰掉，带回去给你朋友听，哇，你朋友会爱死你，然后一定会受不了，那晚上是，床就会受不了，好，那今天呢这样子。中场没有休息就一次就给他唱下去。卡会那个部落美男子唱完，他就中场没有休息，他就这样子唱下去，轮下去。那待会演出当中呢，各位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好吗？好不好？有，为什么知道吗？他们会被融化，或者是会被毁容，那现场可能也有抽烟的朋友，你要抽烟的话就到外面厕所旁边有个火炉那边你在那边抽，
啊，你在那边一直抽五根十根没有关系，哦，永夜的抽都无所谓，哦，那吧台在那边今天天气很冷，哦，那边今天说要喝的想要感觉好一点的话，哇，那吧台都有，哦，你想要喝怎么都有，哦，那边强烈的酒精呢，啊，你要让自己吐白沫那边也可以啦，哦，但是还要开车回家，哦，还要带你朋友回去，安全第一。虽然说我们很需要钱，哦，很不爱钱的，但是还是需要你们的钱的。好，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你来干嘛 ？OK， 他叫小胖，那是我的狗。哦，哎呦，哦，那最后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旅途愉快，周末愉快。好，准备好了吗？好了。OK，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部落美男子，干会。